各位乡亲，村民老伯，我是庄文，欢迎关注咱今仔的方言报道。今仔是8月18日，中央电视台四道中文国际频道文明之旅落幕，昨日又一摆停线了，还来北川闽南文的专题节目，啊，带领广大观众中文多姿多彩、博大精深的闽南文化，感受泉州之美。那即摆用是全面改谈闽南文化，啊，引起了广大泉州市民的持续关注，因啊通过多种途径。啊，为咱泉州传承推广闽南文化，叫好。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哎呀！谢谢，谢谢，唱得非常好。记者卡电话等北京泉州商会副会长李明灿的时阵，伊才随时看了节目重播。早伫咧央视进行节目录制时阵，李明灿就伫咧录制现场，一直到今仔，想到当时录制情形，也许是头也激动。因此，海南北川闽南文的首播重播，伊估计无错过。这对我们打进一步打响闽南文化的品牌，提升泉州文化竞争力的，推动我们的文化讲述建设起个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都明白这一点。当时我们出席的很多会员哦，有的是第一次到这个现场来的，心里很激动，也有一种氛围很亲切，很好像到家的感觉。45分钟的节目将闽南文化、海南北川多元一体的特性。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奇观，以及广阔的世界性、甘鲜明的时代性，点一点淋漓尽致。李会长讲记者说，这几日来已经接到不少祝贺电话了。一播出以后，很多外省的商会也是经常跟我们以来哦，都打电话来祝贺我们，说我们泉州的书记哦，在电视里面讲什么，让人家更加了解福建，更加了解泉州。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播出的时候，对我们在外经商也起了一个鼓舞的作用，也就是在深耕我们泉州的文化，也是在推动我们泉商的品牌。所以我们特别我们这些在外打拼的这些商会的人呢，都觉得非常的骄傲。在了泉州，节目播出了后，闽南文化也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关键词。一个黄少平书记在那边的那个接受访谈呢，实际上他让我们感受到了泉州的市委、市政府这些领导，他深深的热爱泉州的文化，对泉州的文化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呢，他们呢。对这个泉州文化的发展，泉州文化的那个今后对整个经济社会，包括对世界的贡献呢，非常的有决心，非常的有信心。这样呢，就极大的鼓舞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文化工作。比如说讲到闽南精神，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质就体现了开放性。作为五代海上社会的起点，这一点来说，我们就是泉州，就是因为具有这种开放的特质，才能够面向海洋，才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才能够走出我们中国的一条文化跟商贸的海上之路来。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泉州这个发展经济，同时也发展文化。那么很多方面呢，我们的工作在现在都得到全国的肯定。上款在了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这几日来，海南北川闽南文也是时常吸引了网友跟市民的围观探讨。大家人热烈的点评，言谈之中是身为泉州人满满的自豪和骄傲。网友新马的新解释，市委书记亲自推广闽南文化，当场清唱了《爱拼才会赢》。一道代表闽南人精神的歌，有激情。我甲我的好朋友国家也感动。网友低头向泉州说：“泉州的文化符号除了木雕、闽南语、南音、回环率以外，无妨伫咧45分钟内面一直定存。泉州的每一个县市，各有一种闽南专攻，甚至用闽南讲的物件。
泉州的文化内涵，凝聚着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和冲动力。大家人表示，通过勇气向世界推广家中的闽南文化，泉州表现不详。三头在了泉州新闻街南面夜晚，由泉州市国家戏剧团演的这个经典小戏《接水》啊，吸引了也侪观众。其中山水本啊，也过啊，即将在下个月参加全国小品小戏大赛复赛作品。经典小戏《山水本》拍开了这摆工业性及票价演出的头炮，挥开优美的戏剧，予观众看了捧腹大笑。精彩演出，那吸引了满头白发的老人、阿头未少市民，带着囡仔过来观赏。哎，我说这种挺好的，就是说大众都可以适应嘛，因为现在看一个电影要五六十块嘛，那这种像这种文化，这种十块钱消费，大众都消费得起，挺好的。因为就是说让他体验，就是说我们是闽南文化嘛，就是说让他从小接触一下这一块。山水本讲述的是梁山一缕春情，面对守城官员的处处刁难，应该的地位划判，低调守城官员成功的进入城内，贪是被囚禁加农的宋江，根据了解，这出经典的传统国家戏，也搁将在了九月五号参加全国小品小戏大赛，现时已经进入复赛阶段，而且也搁是泉州市传统戏剧第一摆参赛。除了山水本以外，斩头也搁演了桃花大道、解手卡等三部经典的小戏。在下礼拜拜六，也就是八月二十四号暗头七点半，在位于泉州东湖街的泉州市国家戏剧团，也阁将有一场由国家戏梅花奖得主陈冠冠演出的大戏《红衣男》。到暂时有兴趣市民可以到现场去观赏。另外，从本礼拜开始，在南面夜晚每礼拜各有一场公益性的戏票节演出，由泉州歌舞剧团、泉州市国家戏剧团、泉州市木剧剧团、泉州南音乐团轮流演出。五级排花引领英雄，导游之星电视大赛决赛。在暗部啊，在了泉州广播电视台八百平方米演播大厅留下帷幕。来自晋江的周莹莹，勇断比赛冠军，得到我们国大奖。作为第二代引领保卫者，在成功文化节一个活动之一，五级排花引领英雄，导游之星电视大赛决赛。用这路引领英雄，激情之下，体会武汉赛主要环节。每一个环节对参赛选手各有无同规则的要求。在了引领英雄环节中，选手们应该的语言向评委以及现场观众展示了引领的特色景点。在激情之下环节，选手们就通过唱歌、朗诵、舞蹈这款的表演，展现个人的风采，博得评委青睐。在了智慧武汉环节，选手们就根据大屏幕的对抗，现场抽对作答，考验选手现场应变能力以及答对水平。最终在了大众评审投票前，前三强选手每一个人有一排三十秒的时间，用大众评审咨询拿票机会。参加比赛选手他们展示了各自的才艺，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他们对永宁的认识跟体会，这本身就是对永宁文化一个很好的展现。我想通过这次活动，对提高永宁的知名度与满意度，是得到一个很大的推动的推进的作用。因为整个活动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宣传、推介的过程，它能够把永宁的历史的文化的美丽的一面，向我们广大的观众展现出来。这摆大赛由泉州市旅游局、就在市委宣传部主办。就在市引领电影民政府，就在市文体旅游新闻出版局、泉州广播电视台、永春五金海化联合承办，以电视大赛形象，所选引领公司经过海选、复赛以及决赛选拔，将选出最终八强导游之星。最终来自晋江的周莹莹，也得了这摆比赛冠军，夺得五万块大奖。主办方介绍，除了引领老街影响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之际，这摆活动接连引领沙雕技术展及上港第二届古文城开成功文化展进行宣传，将引领地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特别优秀人才，和国家做的人感受引领的美。最近啊，安徽桂河区卡河岩的风景区啊，也传来了咿咿呀呀，下底咧唱戏的响声音。
行过去看卖啦，竟然有几个啊，先来穿着古装的公子小姐在咧起舞，翩翩起舞。那难道是伫咧替这个春晚？咱来看卖咧。上去看卖咧，原来啊，这几个女戏腔发烧友在咧拍歌戏，演的也阁是家己自编的王灵梅，讲说一堆三亚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因为本身是个小学语文老师，所以对这一类可能比较喜欢。歌仔戏想说我们拍出来之后，想让更多人知道，也喜欢这一个歌仔戏。因当中歌词最大28岁，最小才17岁。虽然无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戏剧教育，但凭着对歌戏的痴迷，一群8零后、9零后行做一夜。一开始我很喜欢歌仔戏，是因为看梁丽华的歌仔戏啊。一开始我就是看那个四缸欢童，然后就很喜欢歌仔戏，然后他的文化吧，他的文化很吸引我，然后还有一种古典美。林丽媛来自光桥，因为迷恋歌戏，以前就辞失了两份稳定的工作，最终选择到服装厂去拍工。新的穿的这身衫裤，就是伊利用工余时间设计制作的。小林讲记者说，将服装道具交换出拍戏所有费用，大家人各个采用 A 制。安尼有通省去袂少钱。我之前我有做过服装，也有做过茶叶店，然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自己做的戏服，这是我自己做的戏服，然后我收获很多，能学到很多东西，从中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来自南安，现时伫咧福州咧上班的吴文华，伫咧这群人当中算是老大只咯。平时工作无闲，又搁着照顾家庭，参加这款的活动，可以满足了气温，又搁放松了心情，收获未少。收获最大的就是觉得说，一出来就感觉放松心情，跟朋友所有朋友来研究这一项，就把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就在我们商场上很多东西我们都会忘掉，那我们就会全心全意的投入这个，就不会太多的杂念这样子。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2013新闻广角走基层，开启欢乐旅程，牵手身边好人，讲述凡人善举，精彩文艺汇演，闪亮明星舞台，快乐闯关，全家动员赢大奖，动人笑容，幸福树下来记录。活动由泉州市委文明办、泉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兴业银行安于人生冠名。好玩、精彩、便民服务，这个周末新闻广角到您身边，真诚服务，相伴成长。兴业银行金鹿嫩绿宝洗衣液，万祥商城泉州小商品批发市场。所以来继续拍播今天新闻，出来来去拍一个也美丽光临，伊是一个普通的服务员，从旁啊这个盘开始起步。面对啊新的这种啊环境啊，也得到全国各位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农民工福建省技术人才荣誉，现时有了新的梦想了。全国各位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农民工福建省技术人才，当李冠获得奖章荣誉，伫咧桃园一铺开时阵，因丈夫林向顺接起工具，结婚自外来，因爱人从来唔捌向伊电视之前，甚至也唔捌提到。对林克俊的目来，因爱的旅馆就是一个朴贤、困劳、勇敢的姑娘。那亲像10年前，伊从万北山区来泉州迄款。旅馆是来自南平顺昌。2002年，旅馆因为差两分无法读重点的高中，家庭贫困的伊为了将读书机会留两小弟，放弃了学业来泉州，成为一个餐饮服务员。伫咧咱看来，简单的旁盘啊。伫咧星级酒店嘛，其实是一项也严谨而且也科学的技术性。海苔格格都有标准度的嘛，或者说骨碟离胃碟多宽，或者是说胃碟离翅膀多宽等等，这些都要记嘛。我们就用一个小本子给大家比了，小本子给它记起来，到了回到宿舍自己慢慢复习。客人喝完的饮料瓶，端着水给它端进去，就坐在站在托盘，就是站在工作台前面练。好，站了10分钟或者20分钟，再绕着桌边这边走。就是在一步一步这样练上来的，他有一股很溜的精神的。比如说一些他不懂的，今天做不好的，比如说这折口布花，我们真正口布花100多种，那他也想学。还有杯花、口花，他如果折还把口布花带到宿舍去，恍惚的练，那第二天的话呢，就上来的话就可能练得很好，折得很好，是这样子。没醉就醉醉喝，
正是这份执着，托李冠也紧就成为行业的佼佼者。玻璃盒就得缠到，就经过吃大补、摆餐具，后背回去在几多多公司，行业标准是十五分钟内面完成，而李冠只能用十一分钟，而且142页餐具位置精准，十里背回自然工艺，并接到扎实的基本功。李冠几多摆被评为省市技术能手，英语也一个算一个。不过李冠继续卡达是对工作，当时就说来这边就要先把这份工作做好嘛，做完以后做好了才会想着下一步嘛。就说我做到服务员了，我就看到领班看到主管的，哎，我哪一天我可以升到领班或者升到主管啊，肯定都会有这个想法，每个人都会有上进心嘛，这是给自己的一个提升，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压力嘛，有压力才有动力。怀着行行出状元的信念，李冠只能用七年就将最基层的服务员做到餐饮部经理，带领着员工们出色地完成一项项服务工作。2008年至2009年，伊阁连上获得了两项国家级的佳奖。2012年，李冠兼泉州的少年家林庆俊喜结连理，有了一个野可爱查某啊。为了支持丈夫创业，李冠离开了酒店。现时，翁某啊开了一间教养咨询公司，辉煌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担任完全新分的教育行业，李冠阁一摆拿出了家己拼搏的劲头。工作当中，他很做事情很用心，你会发现他只要别人谈过一件事情，他就会记住；然后只要别人教过他一回的，他就会去学。因为你在工作生活当中啊，你发现他很多事情嘛，做的一些事情啊，会让人突然间眼睛一亮。李冠说，伊的梦想就是将来开一间职业学堂，帮助更加多的人实现理想跟自信加谈。我要更用心的回报社会啊，为泉州做一份贡献吧，因为我现在也是新泉州人。认真、敬业、奉献，这些普通的劳动者最欢打动人。今年啊，泉州首次举办最美泉州人评选活动，那接下来呢，咱的节目也会将一一的介绍到咱大家人三百节。接下来要说的是热心的代志，站头出来站在红桥区东湖街道东湖社区水产的陈老板，刚完卡电话欢迎说。所以希望通过节目话，有望帮助伊找一个救命恩人。看到陈老伯时阵，伊脚骨也阁顶着牙膏细胞。老人说，这脚骨的伤是伊八月十六号暗部，也无顺利，伫咧泉州汉东天啊小区门口搞破坏。啊，这车伊是只过来，啊，我就惊右手过去，啊，我这脑路发发暗，就想乱过，啊，过拄拄一块石头。啊！佮伊只只碗较大，但无伊是圆圆甜甜个。啊！我前年煞去扶着阮老人较无手尾力，车倒落去。但老伯说，跌倒过了，伊个脚筋就流血了。虽然边头三七好心人甲纸袋切，但是血怎啊切佫袂止。伊是无想办法，主要看卫生服务部先去解决，先去。拍指挥的，但是，安尼，啊，伊这个人伊说，算了，我赢来去哦，恁打三抱起来吃了，啊，伊就头打赢去迄个东湖社区卫生服务部的，我精神顶面有恢复起来了，啊，我先问我说，朋友啊，你贵姓啊？大名姓啥？伊说，哎呀，问我还无路用，伊说，脚骨较重要。就安尼，老伯托一个中年男的送去附近的卫生院治疗，停去十几站，抵去了三间药水店后，这个中年男的刚送到厝内，无留人名就走了。都大感激啊！我这个妹啊，敢今日直直咧找些老伯啊，将我安尼无去找袂着咧啦！伊说人总都感恩在得个啊！伊说俺无安尼，伊说起码我敢嘛，到电视台来小可来讲些啊，看应该偌钱。啊，迄、那个药的柜台估计，伊说拢都一两千块。多谢各位乡亲，阿兰今日红颜报道，感谢结束，感谢您的关注，再会。酷热出油，容易产生头屑。新青阳男士含冰爽薄荷，人参有效去屑。
让我劲爽不懈。新青阳男士全天劲爽感受，不懈可击。哇，喜多多椰果王，哇，优选东南亚进口热带椰果，超大果粒，冰糖熬制，很 Q 很清润。喜多多椰果王，每个角度都很完美，华美精细面部整形，从细节到整体，每一面都精雕细琢，精致面容宛若天生。泉州华美整形美容，酷热出油，容易产生头屑。新青阳男士含冰爽薄荷，人参有效去屑，让我劲爽不懈。新青阳男士全天劲爽感受，不懈可击。喜酒特别强，喜酒特别强，天生配着对。好代志，好饮料，喜酒特别强，喜酒特别强。好代志，饮好酒，中国之酒，莫代汉酒。饮好酒，好代志。农家新椰果 Q， 草莓味儿，雪梨味儿，哇，蓝莓味儿，谷味椰果更 Q 更带劲。农家新。热烈祝贺金轮牌大米赢得中国第一名商标。这里是泉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泉州是一个创业非常活跃的一个地方，相当多的企业家在这边。你喜欢跟志同道合的人待在一起，有那个环境，每个人他的优势都不一样的。也许他在企业运营策略决定组织能力他可能非常棒，那么他可以把方向看准了，我觉得企业一样会成功的。爱泉州，重人才。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再续激情燃烧的岁月。爷见证了我和楚琴同志的。大儿子延续了父亲的理想。为我呀，这是。原本安分的女儿也让人操心。不合适。小儿子为何装病？石海，石海，你怎么了你？你是石光荣的儿子，这是石家，有家规的。他装病骗人，他骗组织，骗他爹。再大，他也是石光荣的儿子，八十岁的儿子。孙海英与丽萍激情不变，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就在泉州电视台一套。旅游、聚会、游轮，最有趣的玩法。相机也得换，然后帽子啊、眼镜啊，然后各种颜色的服装。老公要不要换？要。How much？ 我靠！我靠！我靠！讲闽南语的也可以。对对，泉州人呢，夏天呢，你如果没有时间出去玩的话，我们泉州在本地就很好玩。玩是一种心情，这个夏天你玩够了没有？就会自己做上汉堡，然后带上茶叶，你知道吧？冲到那个青岩山那个。去天湖的吃的都是醋肉，什么剪刀石头布。玩转夏日，尽在泉州广播电视台《天使爱美丽》。十年中秋博状元，闯出文化大品牌。状元骑宝马，风光有气派。泉州古堡新车福气来，更加刺激，更加精彩。武士特项包第十届中秋博状元电视大奖赛，8月15号起，泉州、福州、厦门全面开赛。台湾金门赛区再度加盟。两岸中秋互动，增光添彩。你想博到状元吗？赶快到武士连锁店报名参赛。武士特香包，祝你好运来。状元骑宝马，风光又气派。大奖年年来，今年最精彩。街坊邻居大家赶紧来参赛，博到状元，宝马开到家里来。
放暑假了，小朋友们在家和出行都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小朋友要怎样避免危险意外的发生呢？